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山竹市的，我是勇哥啊。今天我们又到我们农村山哥家来了啊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小黑狗啊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买了一些那个猪的内脏上来给那些小黑狗吃啊。下面我们去看一下这些小黑狗啊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种的那个豌豆，现在都基本上已经开花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过一段时间的话，我们这个豌豆啊就长出来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来摘很多这种豌豆来吃了。开满了这个豌豆花，看一下我们这些小狗狗，看到没有？睡得好香啊。嘿嘿。拿一些那个猪的那个内脏给我们家这个小狗狗吃。哇，啃吃了，你看没？你们两个长大了，还要什么？不能这么在女孩子吧？玩玩玩玩。还那么窝。好窝，你太像鸭子。今天给他们大饱啊，饱餐一顿，太可爱了。已经两天没有上来了，我们啊，这个小狗狗都长好大了，现在他们都开始吃肉了。Thank you.
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，也曾倔强脆弱依然执着，相信花开以后会结果，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爱恨成败里赢过也输过，也曾灿烂失落无悔选择，相信磨难历尽是收获，成长的路上几经曲折，我以汗水浇灌梦想花朵，任凭谁冷眼嘲我或轻我，都会风轻云淡一笑而过，在我的心里有另一个我，陪我共同面对孤单寂寞，当现实背叛累了倦了痛了，学会洒脱，选择。好的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家人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